属马的朋友呢，要记得这个礼拜要热心投入你的事业工作，并且发掘你的工作乐趣哦。属羊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可能是比较属于平稳度日的一个礼拜，那么记得有空的时间多多帮助他人。属猴的朋友，贵人启动，财运事业蒸蒸日上。